家己是我看阮爸爸妈妈，伊咧饲猪，一般拢饲差不多七个月，我两百天就会了掠几遍，但是掠来台家己夹。但是1949年，即一年年底，蒋介石对中国引进到要200万只猪来互咱饲，结果饲了19天，卖台币，佫也袂点了去卖，吼、哦。所以，这就是今仔咱台湾问题遮济，伊安尼甲咱骗，问题遮济，所以我唔太弄这个台湾猪问题，足济这个问题拢是为遮来的。啊，我阁想到讲一个故事，曼金当个伊拢飞吼，啊有一届伊就去一个饲猪吼，饲鸡、饲鸭吼，都饲狗啊，迄个农舍主要是饲猪啊，吼，啊拢不是爱赶猪、赶鸭安尼吼，啊怎啊曼金来伊家住，啊透早就来参观伊农场，伊猪场。阿曼就落去讲，啊，农场的主人你行头前，把阮引出。啊，那个主人吼，唔知管遐猪管惯死啊，伊讲，无啦，马总统，我拢惯死行伫前生后壁。台语妈用狗，啊，即拢动物的，伊讲伊惯死行伫前生后壁。啊，即马迄个头。迄个农场主人，啊，办一桌青头青头请，其中有一道菜吼，一样菜叫做炖鸡，哦，啊炖到烂烂，啊卖就硬硬硬硬卡，咱中国人拢爱讲好听话，哦，这个凤爪好，啊咱台湾人较土气，鸡卡就鸡卡就凤爪，啊嘛卖就硬起了，硬第二起了。这个猪场的主人，啊，这个凤爪很啊，这只给你。那农场主人说：“啊，报告总统，我们无咧食鸡卡，我拢留予狗食。”啊，我是今日拄久啦吼，大家放假紧张的，即款拍戏的去吼，有时也较枯燥吼，大家忍耐下吼。啊，为了台湾，大家认真啊，继续听落吼，来。这自我就是国民党惊咱知影咱的身世，伊惊咱知影讲，啊，你是我的后爸，毋是我的真正亲生老爸，吼、哦，咱唔好认他做老爸吼。那、哦、风有较大吼，我看下。这自由时报的吼，比要求撤销火箭驻地首，这首就是首班的吼。台南市政府咧设立这个内政部官僚行政，吼，你注意看，日本时代所写的首班，伊因国民党讲这非法定的援助民主，吼，但是希腊也注意嘛，为这个内政部讲想要发达，吼。因为较早捌用罗马拼音写希腊雅语来共汉语定期的，称为新港文书。我拄好讲这新港文书吼、啊。啊，希腊雅族发起证明运动，伊是要得到原住民法定的原住民族，但是中华民国内政部拢无要承认吼。但是台南市政府家己有承认希腊雅族这个族吼、啊。那么。台湾市政府去年七月开办这个希腊雅族，你也在登记这个首班啊，首班意指平埔族啊。即嘛，若讲台湾市有咧响应啊，包括高雄市甲屏东县拢有响应，第二你若来新建，你讲会将来注记这首啊。
课。那么国家民族有一挂错误的认同，这咱来看是啥物原因？咱拢错把中华民国当作五国，当作咱一个国家。讲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啊，若咧讲伊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我感觉是互恁两个吐出转。讲你是人，嘛是狗，恁个吐出转。你既然是台湾人，你要做台湾人，那你就做台湾中国人。就敢若讲美国人，伊袂讲我是美国人，嘛是英国人。较早拢讲因一句英国遐吼脱离出来，其实毋是吼。来，出来，咱来以2008年办婚礼，迄阵卖伊拄仔选择总统去咧做总统吼，啊，迄阵我记敢若10月伊来台湾吼来做，迄阵卖伊就下咧，讲为桃园机场一直来到台北市，沿路拢袂使有。中华民国车辆出来，所以派中华民国建设因路咧疏导，然后挂中华民国旗仔拢甲收起来，吼、哦，民众若咧举旗仔拢甲收起来，搁甲压路灯，甲堵住啦。啊，结果因中华民国就无爱中华民国这个旗仔，咱台湾人诶灭军咧，变做提中华民国迄个旗仔伫遐咧顶，伫遐咧捍卫中华民国国旗。啊！你著头壳歹，你用洗脑。吼、哦，因若咧收，因若咧贴，咧压，咱无爱对收、对压、对担棍子啦，甲倒收。啊，毋是咱做去摕起来我咧变。吼、哦，你著是用洗脑。吼、哦，啊，再来，伫台北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千旗，伫台北市咧夜飞，我建设爱去甲保护，因为惊。台湾人来看到这五千字作秀字，拢会想要甲抢来，要甲挂破，要甲放卫生。啊，这因中华民国老大哥的旗啊，哎哟，日军要甲放卫生，这对太无礼貌吼。所以马上就来派中华民国建设出来保护、你看，啊差在这，家己的无爱修改，但不准啊。啊，才到过甲条条。过来，2012年伦敦奥运会，吼、哦，来做咧。迄阵伦敦奥运会本来伦敦市有挂中华民国签名旗的，啊，中华抗议，讲恁奈无依照奥运会模式挂五环旗，吼、哦，奥运模式奈无挂，抗议啊，阵伦敦奥运会经甲办，咱台湾人去走遐咧计较。不是咧捍卫中华民国嘛？吼、哦，这个不是咱个国家，不是咱个国民。包括三太子这上台面，咱2009年高雄市当局办四大运吼，都发明出来电音三太子，结果啊，伊个三伊伫伦敦奥运会带咧发伊个车辆旗，啊，这拢咱台湾人，啊，真侪拢咱台湾人，去用洗脑去。对了，国家民族错误认同的始作俑者下，咱来探讨讲。第一，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伊的台湾前途皆有国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所以阵阿扁啊，要选这个2005年总统的时候，吼、哦，赶紧去改这个台独党纲，吼、哦。为了要摕到中间选民的选票，出卖家己。你会记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，伊有讲一句话：“中华民国在台湾。”伊还佫看会着讲“中华民国流亡的遗迹”，因为中华民国本来是伫南京。哎，什么？因为战败，国共内战是战败，中华民国刷来伫台湾，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。只要看得到流亡的遗迹，啊，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嘛，吼、哦。但是你来看来到这，中华民国，啊、哦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就是中华民国，都等于。本来讲，
你若民进党，你咧卖台湾，无你嘛卖一个较好个计价，咱大家有啥物分？结果卖拢无卖，直接用送，啊，咱汤甲料拢无。哦，所以这无啥遐合法个咧。过来，蔡英文在中华民国民进党个政治主席，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。中华民国已经毋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李登辉了咧讲国民党是外来政权，但是蔡英文，伊讲已经毋是外来政权，是咱台湾的政府。哇，啊，共款。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啊，嘛是用三个，也无咩，拢直接用三个。啊，这拢是民进党的偷懒，吼、哦，做个党主席。啊，像即款读甲无清楚的人，你引出来，台湾人的民进党，吼、哦，因为民进党大部分拢是台湾人所组成，啊，你看有食到无？吼、哦，为第一步就打歪伊啊，吼，后壁愈歪愈远，吼、哦，愈食到。这那是咱台湾人的政府，这是中华民国政府嘛，哈、哦。那么咱来改正咱错误的认识，有一寡例，吼、哦，咱外省人，吼、哦，一句话唔对，啊，别安怎改？外国人是对一大人，应该讲，咱也对，爱讲中国人也对，爱讲中国人，因为你若讲外省，因为做外省，啊，咱是本省，外咱做变中国的一省，对不对？啊，过来，台湾真好分，台湾敢若两种人。你可能讲，啊，就一种查甫，一种查某，唔是啊，唔是外省本省，就袂使讲外省啊。因为你若讲外省，咱边个一省啊，吼。台湾两种人做分，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，啊，三个叫做本土人，就是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台湾迄天，迄阵外国的军队拢压未入来，美军也压未入来，中华民国军队也压未入来。迄阵咧，伫住伫台湾顶悬遐，咱个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，包括伊所生传落来，而且后代拢叫做本土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剩个，剩个简单叫做外国人，毛中国人，迄阵毛一寡外国个记者伫在伫台湾咧，吼、哦，迄种外国人，伊就做分，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，剩个拢外国人，包括中国人嘛是属外国人之一，吼、哦，你说。即个咱台湾读个无清楚，较会咧对人咧讲外省外省，啊伊外省啊伊假外省，哈，啊伊若外省，咱本省咱变人个一省，咱是日大日本帝国台湾，吼、哦、搞清楚吼、哦。第二个端省，哦咱常咧讲，电台讲端省有房拢有在卖去无？端省拢有服务站咧甲你服务，端省啊即句唔对。你若讲全省，咱嘛是咱人民一省，啊，全台湾，袂使讲台湾国，因为台湾毋是国家，所以拄好人讲，对不对？全台湾的问题，袂使讲全国吼，因为咱台湾毋是国家，台湾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个台湾岛，吼、哦。来了，即句嘛毋对。那么咱来讲下，哦，对，安尼恁头头开始请来，哦，啊，早有我咧问嘛，啊，佫咧想几步，啊，你即一年来个改做中国，啊，即你主要话卖就拢通令各电视台、各电台、各报纸，拢来讲一边就大陆，啊，你若大陆咱就变小岛，咱就用避了。哦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咱来甲证明这个台湾。如果咱真侪人拢去中国佚佗，拢讲啊，我去大陆佚佗。啊，你若甲一个外国，吼，比如讲甲美国朋友，还是加拿大朋友讲，我去大陆佚佗，伊可能头壳就惊惊，嗯，你是去对人佚佗，因为伊个思想吼，大概有六个，就是北美洲大陆、南美洲大陆。非洲大陆、欧洲大陆、澳洲大陆、
都有亚洲大陆来，啊，你去大陆去就是你这两个其中对象，哦，你还讲去中国，哈、哦，我就去中国去，安尼足清楚。过来，先得，先得来干啥？大概跟这样讲，台台台一线哈，台一台到，他就人咧讲台大，他们讲台一线那点哈，还是讲纵贯线对吧？纵贯线，哦，你七条来我七条七条纵贯线，对南北二路哦，沿路这个台一线两边哈，爱讲台一线，这个是大清帝国治理台湾212天哦。212年哦，无在条为高雄开一条开到屏东，有够笨的，你看有够混。日本人来台湾了，吼、哦，1895年始政台湾了，11年后就甲高雄开一条开到屏东，拄好跟他查这个西罗大桥啊，因为迄条桥太大了，一砸吼，要搁咧铺桥咧做，你就安尼做，你看。但日本人真正有用心，要来管台湾，就先来台湾咧。环境、地理、人文，哈、哦，甲族群、甲语言，拢非常清楚。外地人数，各一关区有外地人数，拢统计甲真好势。安尼正正刚刚咧，甲你管，去做户口名簿，哈、哦。所以，这是开通台湾第一条从北到南的一条线道，就是条线路个叫，哈、哦。所以叫做台一线，台湾第一条纵贯线。啊，你若讲你咧开这条台线电管吼，你开的车，你拢无加气，你拢加水会停，安尼你搞到等到安尼。吼，那加水会做，你台车会走安尼嘛？哦，就要作线，你个讲先个安尼 ，OK， 我没有意见。啊，你若加气的吼，拜托你来讲台一线。过来，哦，偷渡客，你头个头个是台湾人开始，台湾是因他啦，中国人，拢要偷渡来台湾打工哇，迄阵为平潭岛，查甫查某中国人，拢坐渔船啊来到新竹个南寮渔港，从边啊偷渡起来，啊，啊不然去屏东个南边，枋寮，哦，东港遐偷渡起来，啊，你也想？偷渡，哇，较唔较对吼？啊，那叫做偷渡客，你还改成，因为偷渡是犯罪行为啊，所以，那你也，伊是偷渡犯。因为你若要去人个国家，你入境，你一定爱合法申请，去申请这个签证。啊，你伫当地迄个大使馆啊，伫你领事馆，摕到这个签证。你唔卡会当去迄个国家，啊，就讲咱早是要去美国，拢爱去美国在台协会 AIT 信义路遐，一天美签，哇，美国签证，有这个签证，你去到美国要入境，唔卡比如海关唔卡了解，啊，那么你无经过当地海关，迄、那个国家海关同意，非法入境，叫做掠着，叫做偷渡犯，啊，就是偷渡客，如果偷渡来，拢甲偷渡客拿会准吼。这款的偷渡客，咱较早拢掠去什么禁渔遐，遐关着，有遐饲，哦，啊，着去等甲中国迄边有准期，啊，较去金门遐交换，吼，你毋是交换，你甲钱赚起来。如果偷渡，你会当甲偷渡客，啊，若安尼将来吼，你若当领导。啊！门拍开，我发现讲小偷伫恁兜咧来偷钱去。哦，那些小偷客，你也甲拍着。小偷客你好，人客咧吼。啊，冰箱有凉的，你有甲你开开只无？所以偷渡犯罪行为，啊，改做偷渡犯。过来，哇！即款民国几年？啊，你民国几年生？咱是拢起来讲咧。爱改啥？西元。
哦，咱拢来改做西元。啊，你若民国几年要甲换算西元，你甲加十一就好。譬如讲，你是五十年自民国五十年生，你甲加十一，就是1961，哦，金额是加十一就对了。好，过来，台湾总统陈水扁。这个唔对，爱改啥？哎，中华民国总统唔对，佫唔是中华民国总统，爱佫加自己刘邦。因为自1949年十月七，中华民国已经灭亡，啊，离开他的国家，跑到别人的国家，就叫做流亡。多就是当时法国叫德国佮占领。啊，迄阵个将军就是戴高乐将军，传部呢军功到日本，流亡去英国的伦敦，所以就是法国流亡在伦敦。啊，这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，叫做 Chinese Taipei。无论怎话，你讲 Chinese Taipei， 哦，伊拢甲咱骗，拢翻译讲中华台北，还是中国台北，骗人。正港的名字是。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伊所流亡的所在，绝对是一个地区的首都，就是都市。反正法国流亡在伦敦，袂使讲法国流亡在英格兰，袂使。啊嘛，袂使讲那个 Chinese Taiwan， 袂使。干那叫都市 Chinese Taipei。对中国来，拢唔是啥物好物件。啊，这个太奇怪，哎，拢用东西吼。你啊看，你若看人袂顺眼，啊，你讲明讲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无，无人咧讲你算什么南北，什么东东西，对不？啊，东西。就是代表卖，好，它是从中国来，中国来的，哪一些不是好东西？我讲一个了，咱台湾出真好食的金蕉甲山啊，哦，今仔山啊是日本请的。那么台湾金蕉早起日本人有够爱食咱的金蕉，甜搁香搁脆。那么你若有食过咱美洲的金蕉，你会感觉哇，差咱台湾的气味甲深度差不多。那么你若甲金蕉甲山啊？往西卖，卖去那个厦门，还是福州，卖不到好价钱，对吗？伊遐嘛，同这个纬度，伊遐嘛有山啊，嘛有金蕉啊。啊，咱个金蕉当然品质较好，山啊品质好，但是你加上运金运费去到遐，啊，伊个购买力弱，咱个成本高。你若有你遐一斤，若无卖100块，咱可能连本钱来。啊，结果用3块、5块人民币一斤在那边，啊，咱买来卖来，当然一定了解。那么咱来个金蕉，怎样往北卖，卖去日本，哦，拢头3倍以上价格。同款日本早期咱台湾还无苹果无来啊，日本的苹果甲来啊，富士苹果，往南运卖来台湾，嘛是3倍价格，足好价。我做囡仔。我第一次吃苹果，是发惨痛的事件。我才吃苹果，对我最近还是算最近的好。啊，后壁坐飞机十个，对我呢，那不哩上就是四个乌溜，廿四卡钓鱼啊，啊放风吹，偷翻水果，无所不至，出头作地。有些算到不好算啊，后壁啊乌龙啊，倒蟋蟀，吼。我把你乌河龙啊，你坑，伊田外咧乌坑，这边咧乌，啊，这坑靠迄坑，遮咧乌，一只大对，哦，恐怖。啊嘛，我一届到公，我说，土豆鱼，看了起，嗯，哦，这只大鱼，这足大只哦，你不然你来，食土豆就乌，啊，囡仔有工具用手乌，乌甲，手甲要破皮啊，嗯，啊，切深啊，乌也袂够。讲手甲春联，
有够戆嘛！嘿，鸟只啊，阵其他阵该加的，我阵拖出来，规好听啊，好加出来，鸟只啊，随放尿走的，啊，我手听到佫流的浊浊滴，佫尿管拔的，我够戆的，有够空坎的，啊，我一直看手啊，看这鸟只走，啊，拄仔看，拄仔我是要尿尿，是要过手啊，吼！阮爸讲，到讲，啊，迄内面若你只只独大吼，你要加死。啊，遐咱较早真正无迄个危机意识。啊，倒阿兄，啊，阵体力只冻袂行嘛，哭咧，啊，哭搁看只走，搁去走，搁总唔甘愿，连伊无顶，搁有你夹一空。啊，迄个吼，就是讲我有一摆带伊正常诶对话，啊，都耍到无好耍啊，拄仔看骨离骨啊吼，人内底有饲鱼啊，啊，顶面有鸭，伫咧想，遐人。饲个番鸭，我就讲，啊无好耍，啊无，三日头看上牵鸭牵会得，我就带头对头前牵，后壁对后壁牵，一个空间个吼，三日了来袂识了，上下无准讲我头壳牵落个，哦，我又放一个满身全全金条安尼啦，哦，我随举落，我就头壳一直望，当我较好个时。哎呀，阿太后壁准备哭，要哭到多大声？因为我穿迄个中美合作迄羽绒白迄款内衫嘛，啊，到两只手啊做迄中美合作迄羽绒底啊，迄啊白甲红色个花吼，啊对比足深诶。后壁遐就哭，等我哭了，有啊几日后，啊较袂平，我就讲到阵去转因互阮妈妈再去。进来吼，几只龙头前遐，互医生管，伊顾伊个，保护安尼，想个，差一些，才无些毕生安尼尔，去背后带安尼哭过来。啊，阮妈妈可能原来唔甘我吼，啊，阵坐伊几只龙头前，迄拢咧卖鸡蛋吼，有咧日本的富士饼哦，买一只我咧，将来我唔捌食过红果，红果吼，有够香，拢唔甘食。转来阮蒸油蒸啊，规蒸头的，逐个囡仔拢来偏，大家拢偏一个偏偏的。迄阵无人食，阮倒算蒸头，算嘛算大户人家啦。迄阵啊，虽然真少食，但是阮要比其他的家庭较好安尼。哦，迄个苹果，苹果的滋味我较真了会记，真正提升真大吼。对啊，啊所以你看。伊话即个卖叫做南北货，对。伫个南北卖物件较有姿态，高雄个三丰中街同款，拢伊，我咧卖是叫做南北货，无人咧卖东西货，吼、哦，卖东西货是歹物件，无姿态。啊，咱来看伊中国来拢啥物东东，吼、哦。我住伫屏东吼，我上惊寒。我逐摆来遮，迄阵啊，寒天来遮拢寒到感冒，所以寒流人来我就烦恼。今仔来吼。无温暖的，过来，哇！沙尘暴，哦，十几年前开始沙尘暴，你敢不知影啥物沙尘暴？就是早期，吼、哦，六十几年前，毛泽东为着要超英赶美，发动了做啥？土法炼钢，土法炼钢就是讲每一个砖头，啊，恁拢做一个炉，啊。就征兵有块树啊，撮出来行，来练铁砂，来铁砂要练做钢，钢卡的。迄钢你若钢铁你无技术吼，无高炉，你较练出个会钢。所以一块树啊撮了了，啊撮个，迄树啊本来像水土保持，啊你甲撮了无，后壁愈来，迄个表土流失，吼，啊造成沙漠化。所以开始若起大风，沙尘暴就愈来愈严重，啊，飞来到咱台湾啊。因为遐个根若到尾看落，伊乱乱甲无法度搬土的时，哦，沙漠化的造成。啊，毛泽东嘛，足出名的，迄阵拢会大饥荒，因为个水利设施做无好，啊，不时连个水灾，连个旱灾，所以。这个稻米、鲜菜拢有些会
产生两方要去做点啊。那么这些行政的地位的国家界都会出家雀鸟啊，麻雀啊，鱼啊，透水弯的啊，怎么去见？哦，啊，毛泽东啊，从啊这害鸟，发动周围人民登台还是人民公社，不管查甫查某轮三班，拢提东京西尾分轮班安尼讲讲三暝三日，互遐鸟啊无通去休。哦，拢甲赶着滴啦，伊若飞来只休，只人就甲赶，哎呀，赶甲拼命拼命，鸟啊无法度飞，连续三暝三日遐鸟啊拢软卡，无通无食鸟啊，无地好休，拢软卡拢来，拢吸着长个香蕉啊。结果一两年后发生蝗灾，大，迄个因为雀鸟伊，你有稻米时爱食稻米，无稻米时伊是食昆虫，食遐个。糖，啊！即马无食天敌去食遐糖，即马遐花叶成熟变蛹变蝴蝶变怎样啊？变蛾遐出来，佮西川愈侪去食你遐球啊！结果球啊，我发觉青天就迄个规丛食了，连结水的机会都无，所以夭死愈侪。即阵啊，即个啊，我怪伊用烈日世界杀人魔王啊，是。世界有四大杀人魔王，叫过来叫来，一个毛泽东，一个蒋介石，好啊，一个斯大林，一个希特勒，世界四大魔王一半，叫来的是叫过来。过来最近近两年开始较有这个雾霾，是吧？啊，这雾霾安怎产生？就是1999年，这个邓小平。开放这个改革开放开始，哦，啊，让外国人去中国投资，啊，有足多优惠，人工足土地啊，在你位，你爱偌大大地方，为偌大地方，结果造成足多人，拢足多国家的工厂拢去设立中国，所以中国号称世界工厂，但是以前拢会使讲无咧经济。只要你来投资就好啊！你啥物高污染、高耗能，拢无去做你来，造成足侪高污染、高耗能拢去中国设厂，造成因遮产生的关环保废弃物啊，环保问题产生，啊，遮废弃物弹到满世界啊！啊，真侪工厂所生产的时阵，拢会产生一挂烟尘，哦，啊，因拢无做迄款。防尘设备，所以这物件飘起来了，伊就雾霾。啊，这真侪在这种足毒的化学品，哦，拢是环境好嘛。啊，这对人对人伤害真大。所以这两年开始，为去年开始，真侪全世界大间公司派驻伫上海、北京这些高级干部总经理伫遮，拢准备要逃跑，就是讲。大家吼，我现在讲，赚这钱可能赚得到，赚得到，吼，后面破病，可能就癌症来过身，所以拢准备要搞好。过来，李先生，吼，医生讲咱失败，什么原因？荷兰人1624年就来占领安平，吼，台湾这个地方。啊！伊是迄个时阵算足先进的国家。同迄一年，1924年，荷兰人嘛去占领美国迄个纽约的曼哈顿，为个曼哈顿迄个港，叫做新阿姆斯特丹。啊，你也是，到尾48年后，这两个所在，平平的时间，纽约即马变作全世界上大、上富裕。好，上先进的都市，然后因为地下铁已经百几年，咱台北市的地下铁嘛，去十几年，好阿变啊，开始做市场的时才开始有，好伊在木栅镇，迄阵当时黄大洲做市场的时，做到这个化工的厂商马特拉，他说他不拉了，都给都闹垮，阿变啊，给你看。
马克拉库拉我们自己拉，是吧？你把木栅建个做好，你怎话？卖就起来做，为那个文山地区啊，木栅啊，木栅呀，佮连起来到这个内湖，啊，就大湖区嘛，就是拢大湖，大湖县，这个不了解啊，都那变个，中国人做变个预算，那变一百个。拢爱去追加预算，到差不多加搁加0.6倍，爱百人才做起。啊，你看阿扁啊，迄个做第二条高速公路吼，三条高速公路就是，迄阵会当甲咱省差不多几条线省2500。啊，你若好国民党继续执政，无阿扁去做吼，我看，毋是省2500块，搁追加到2500块。就完全变的预算，还佫追加2500块去。同款，桃园这个什么大潭发电厂，阿扁也佮开国际标，先佮要签订，吼、哦，佮国民党活下来去。那么变成讲，伊把荷兰人赶走，伊若莫把荷兰人赶走，台湾拢继续予荷兰管。荷兰迄个时阵，全世界引进上新的作物科技。包括迄阵望远镜，嘛是用西洋人发明的。啊，所以你若是如果咱迄阵若卖去烧这个地心公园吼，咱台湾就嘛唔知偌富裕，搞不好。咱即马跟荷兰混是混足济吼，即马看大家拢金头毛的，吼，啊拢绿色色，啊白头发，吼，啊，即马阿强来讲。本来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来看，伊阿太拢金头毛，阿什么无感觉？这阿门国的，阿门湾，安尼伊就袂来去台湾啦。来，咱就可能咱拢讲荷兰语啊，荷兰语是咱的国语啊，咱就袂讲北京话，哦，个简词儿。我操，真的，所以。以前讲咱失败，吼、哦，你袂出来，是不电脑？你真的没电了？好热，大清自然，好、哦，多少个？大清比例大哦，看今嘛电话没有比例大，拢差不多上落后。好、哦，你讲哪个啊？哦，台湾即马七十多年以后，国民党管甲大家拢有车有厝，歹势啊！你毋好即马含60几年来比，你爱讲即马的2014年含即马的2014年日本来比较看，即马台湾是你含日本来当个比看，咱厝人看者，你着。刚刚讲新干线就是高铁，日本人到45年前，咱伊就新干线，咱台湾一直到阿扁啊，吼、哦，做总统的时候，他把这条新干线吼高铁也做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个想，日本的新干线是世界有名，安全吼、哦、安全系数上高，因为因开通20几年后，有一届新干线出代志。变头条新闻，是啥物原因？就是因热大雨，啊山有落冬，啊有把迄个高铁顶外迄个篱笆跌起，我直接有走去停伫迄个高铁用铁路顶外，铁路高铁个迄个伊个生产线个，啊就去停，让别人停个，安尼叫做意外。啊，另外咱即嘛叫。咁啊，伫咱台湾叫中国系统管其他个即个人来做，拢头干干个，不时就咧出代志，不时就咧停驶，吼、哦，信号异常，吼、哦，还就是拢有头干干个。过来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啊，即个在我开个号做中华民国海台湾，
中华民国来台湾，那卖卖对中华民国来，离婚是就来见面，咱即马走台湾法案，就像琉球法案，咱已经等于日本，咱已经打到咱家己琉球人，即马嘛是琉球人咧管琉球人，哦，自主地嘛，咱家己管家己，哦，美军只是边仔监督咱俩。再来，再一个，哦，应该是嘛，这个我就爱甲看尾嘛。老一辈拢会讲，啊，迄阵哦，美国那有爱甲两个原子弹牵在台湾，我甘愿信两个原子弹，我嘛不爱信着这个臭石头。因为等伫广岛长崎迄两粒崩了了，二三十年后，人已经恢复正常，哦，重新建设拢 OK 啊。但是这条臭石头啊，伊的遗毒到今要来毒害台湾人，还有人咧讲伊蒋公，哦，比阮爸比较大，我爱叫阿公，嗯、这种强迫咱台湾，哦，迄阵伊死了，佫变一条歌，哦，咱就戆戆来唱个，哦，迄阵喊做做，统统蒋公，好无？迄阵只较较歹。研究的救生啊！啊，所以甘愿新的原子弹，另外新的这个臭石头，你看这里有毒无？哦，比原子弹较毒。好，过来咱来分听讲，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，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。嗯，哦，今年民众都嘛讲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哎，道理，诶，这两句诶，你敢无感觉矛盾吗？既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，你哪会还搁咧发道理？表示你也毋是国家，吼、哦。你拢真侪拢头壳无清楚，吼、哦，拢讲袂清楚。来，咱来看是安怎毋是国家，吼、哦。这是鲍威尔咧做个美国国务卿，吼、哦。伊伫2004年十月。如果伫北京吼、哦，记者甲问的时候所讲，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，台湾嘛毋是国家，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，吼、哦，这是出自美国国务卿所讲。其实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领，啊、哦，即我是境外的国领。是呐，因为美国人要来台湾，嘛只提伊个美国护照，他也这样认台湾这个土地啊，啊，但是伊阁是美国国内嘛，台湾管的话是美国用国内法来管台湾。台湾管制法伫美国1979年4月7日参众议院高票通过，但是伊咧拟定这个台湾管制法，拢无甘咱台湾人参详，而且伊同参众院通过了，进行在台湾实施，拢无牵咱台湾人参加。讲我要甲这个美国所定的这个国内法，要带恁台湾实施会使。对，怎么？因为咱台湾是以美国的占领地，他拥有最高的权力。啊，再来，美国对台湾伊有管辖治理权。啊，但是即摆是由台湾地理当局，啊，代理中，啊，请伊是台北的代理中。那么，是不是国家有认定的标准？哦，有四个，我来讲。第一，爱有领土；第二，爱有人口；第三，爱有政府；第四，爱有外交官。啊、哦，你只要，如果你若是一个国家，你这个四个甲兼容落去，你着知。后来台湾国有领土无？如果有啊，台湾甲配合，还是这块领土到目前为止都完成主权变过来没？那个是日本的哦，啊，是伫台湾讲的。哦，啊有人口，还是起码住伫台湾境外这些人，拢暂时伫中华民国的身份，是中国人。啊，若本土台湾人是潜在的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，唔是伫台湾讲的啦。好，第三，有了这个政府，还是这个嘛，叫做台湾人的政府，是中华民国联邦政府。
所以不是你台湾国的政府。再来，我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，啊，他们死过一个，过一个叫做冈比亚，因为短刀，拍死了，好。你注意啊，这22个小朋友的国家，拢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派出去他们所签的这个外交官。哦，你若有，是不是你甲建交公报摕出来看卖者？建交公报到底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他们签，不是你台湾国去他们签，所以台湾国这四项通通没有。台湾，你刚才讲过，啊，一个准国家，啊，这四项拢有，啊，这就刚刚阿扁啊，吼，迄阵嘛讲要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同款，伊甲台湾讲，阮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，台湾这四项拢有，伊拢安尼啊，结果你看，伊甲这个文件寄去予联合国秘书处。秘书处搁甲退掉，连看都无看，直接甲退掉。因为秘书处知影讲，恁台湾就毋是国家，吼，无可能甲你变阿国，吼。就敢若看有模有样，就接搞。你甲政府洗好清，我来处理，甲款西装甲穿，你再甲拍，手牵来讲，来，我带你来保证事务所签收一下，讲意思。人模人样，有脚有手，吼、哦，耳仔目睭耳仔拢有，但是伊都还袂进化出来。台湾嘛还袂进化变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因为台湾要变作国家，爱有五个步骤，啊，这五个步骤，那规矩班迄阵再来讲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啊，咱讲拜关公妈祖，所以咱拢是中国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拢用汉字，所以咱拢是中国人。啊，这个逻辑会通，啊，恁来信耶稣那种以色列的，还是美国人，吼、哦，对吧？啊，那信那个不做，这个摩尼古人拢印度人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你讲有汉字就中国人，安尼，韩国较早嘛有汉字，日本甲今嘛嘛也有汉字，新加坡嘛今嘛也有汉字。啊，那种闽南叫做中国人，吼、哦，韩国较早叫做因为首都叫汉城，吼、哦，这逻辑未通。过来，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未来要安怎？吼、哦，安怎看？刘海空三军司令部全面裁撤，把它改做指挥部。那么即卖是在15000兵啊，将来要增建到20000嘛。那么改做指挥部了，什么人？未来花号司令是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的花号司令，花号司令有机会做，所以台湾的三军是掌控在美国手上。包括我所知影，美军主要嘛捌透露，那真正台湾啊，中华民国部队跟啊中华战来吼，美国电脑希望讲，所有中华民国的部队拢。为海岸线撤退超过10公里了，进攻，安尼美军若要啊，从登陆美军要去轰炸，他等于误伤中华民国，叫国军，伊只下国军嘛，拢台湾去做兵，啊，啊，政府嘛袂使叫咱去做兵，反正马来其他的同事会讲吼，将来美国军如政府若入来台湾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员爱撤退去金门、马祖，还是福建的平潭岛。这平潭岛较早就是因要偷渡来台湾的一个转运中心，好。那么平潭岛含台中部、海峡号、平潭至台中港，于2011年10月30锁航，为台中到平潭3点钟就到，好。那么台北港哈，平潭至台北港，于2009年10月30开航，好。为台北港就是8里啊，哈，2点半钟就到。那么，伊这个船啊吼，真大只，一定载760个人。那么小客车也540台，五年运量差不多一定达到18万吨。那么因联合报系啊，伊个电子报嘛透露，
虽然十八港啊，差不多这个十八港较慢开啊，但是将来归家出去的运输量会比台中较大，因为十八关市哈，拢是中国城。当然，迄阵蒋介石拖来撤退来遐中国人，大部分拢住北部遮。那么是安怎？比如讲，台独代表战争，咱来听着讲，台独代表战争，第一拢相信讲啊，阿强要咱打，对，国民党拢要甲恁讲着。其实毋是，是美国要甲咱打，啊，你来看下。这个是美国的前副国务卿多里克，啊，伊伫这个美国的国会。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的听证会边，甲表示，互我来讲清楚，台湾独立就是战争，即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，这么率直，甲台湾、甲台独、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，这是过去是足罕见的，啊，伊佫讲，这是因为我佫来甲维国较变，独立代表战争，这就代表我美国爱出动。陆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一组大军种来拍台湾，等于开玩笑。台湾是我当时开偌济心力，牺牲偌济美国大兵，偌济航空母舰，还有日本的航空，这个神风特工队，哼，对袂？可能只有你拍灾了，即个战争在。你拢还袂行，你无依照琉球模式，吼、哦，陪我战争债，琉球迄个3亿2000万美金，迄就是战争债。台湾就是等于讲，你日本无现金，通陪我渐渐的升级人员，美国大兵支持这个升级，你无现金陪我，来土地先提出来抵押伫我手，进台湾陪我，就是要要抵押变所款抵押伫美国的手。但是无办过哦，这个手印体的这个所有权顶完，到尾是日本天皇的名。你若提金来背好，我台湾还还给你日本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你台湾人特别公投要独立出去，拢唔免来问。台湾还佫有两个头家，一个拥有所有权的日本天皇，另外一个叫做债权人美国。这个讨论说法呢，地于这个债权人美国手，你无提钱来赎回去，就等于讲咱去家己，咱有家己这土地，去家银行借钱，咱的所反正所就是抵押的吼，设定伫银行，你就要等。